11/11，11月11日11:11抽到了11个1，新人们通通冲到时钟前，留下珍贵的结婚登记照片。双十一户政事务所充满粉红泡泡，民众成双成对要来敲响幸福终生登记结婚。写出来的话是3个1跟4个1，1/14这样。我想跟我姐一样，我姐在双十一登记，特别日子，所以我们选择在今天。有新人特别戴上红色喜气洋洋的口罩，穿上白色长洋装以及白色衬衫，还有人自备捧花，满满仪式感。今天生日，刚好你今天生日，对，没错，这么假？对啊，全部都是一，比较好纪念的。哦，这样我不会忘记啊。好，这样你不会忘记。老早预约好登记结婚的有5对，但现场直接冲了互许终身的超过10对，一超好记。虽然有光棍节之称，但民众翻转赋予新的意义。选在这天告别单身，也让户政事务所格外热闹滚滚。记者彭志明、徐玉文、王世涵、苗栗采访报道。我是李依璇，主播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。将撼动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，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，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。更多新闻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